今次就提名呢一个飞跃进步女艺员同埋呢一个最佳女配角嘅，系啦，咁好激动。係見到都好激動啦！咁即係一上台，即係未頒賜你有獎已經喊喎，點解？其實我係由啱啱點名嘅時候講你有兩個提名，跟住我就已經好激動咁樣喊咗出嚟，因為冇諗過自己可以喺呢個台度可以有自己嘅名啦，即係用一個人嘅名義，同埋即係會覺得一個女仔有咁平凡咁樣一路走嚟，就覺得係。好多謝 TVB 呢個家庭可以俾到咁多嘢我咯，同埋好多謝所有嘅前輩都會一路睇住我咯。本身自己事前知道你有份提名，其實真係唔知道嘅，因為我都冇諗過嘅，即係對我嚟講咁樣就其實已經係一個 bonus， 一種夢想成真啦，竟然可以出現喺呢度，即係我隻手一路都喺度震緊嘅，因為我仲未相信呢個係事實咁樣。即係你喺台上喊嗰時，你怕唔怕俾人話你可能做？我又真的不是很怕的，因為對我來說一路以來我都是用這個形象，就是這個傻傻更更啊這樣的形象出現，那我覺得我 很想跟支持我的人，還有會給很多鼓勵我的人去分享我的種喜悅，還有就是會很開心這種感覺，很想讓大家知道竟然林海欣可以有一天有這種肯定咯。立即投选零一最想睇娱乐大奖，超过70万奖品等你抽。第一重奖劲抽零一积分同礼券，第二重奖包括11 Pro Max、Sony Smart TV， 仲有戴森风筒等等。即刻参加零一最想睇娱乐大奖，入呢个网址劲抽双重奖啦！